TWICE 正在官方账号上公开了二月末举办的世界巡演在美国停留时的样子，公开了子瑜拍摄的 Vlog。 这是子瑜在成员们聚集的演出现场拍摄时发生的事情。突然智孝露出不满的表情，对子瑜说被那年整了。智孝诉苦说手机的锁定画面被那年随意更换，那就是那年自拍照。那年拿着智孝的手机公开了自己的大脸照画面，并说如果停在锁定画面的话会赚钱的，坦言了自己脸部自拍照中有财运上升的意外好运。对周围的成员也猛推销说想要我的锁定画面吗？是真的。那年说能让金钱入袋哟。一边推销自己的照片给其他成员，面对这样的那年，智孝大喊说太生气了，露出讨厌的表情让粉丝们引发爆笑。对此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